本爸爸兄弟节目的忠实粉丝想必对第一季的韩国特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就在上一周，中韩跑男终于迎来了第二次的喜相逢，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所以轻车熟路之后呢，两队人马的默契有没有升级呢？第二次来到韩国度假，一心要嗨出新高度的兄弟团真是怎么刺激怎么来。一个飞鱼游戏让大黑牛李晨喊破了喉咙，我可以回来吗？陈妈妈都吓破了胆，贺宝宝的蹦蹦船也够呛。还有水吗？还有吗？更有挑战勇气的蹦极向大家招手。Come on！ 当然，真正的节目高潮还要从见到韩国的七位老朋友说起。这期待已久的中韩跑男再相逢，竟然是由吐槽开场。청첩장왜안보냈냐고앉을라그날너무서운하네앉을라아유우리너올때만쳤어앉을라청첩장을얼마나기다렸는데아오늘요선우저랑영화같이찍었거든요아진짜네네저랑같이영화찍었는데엄청먹어요오빠진 진짜엄청먹어요왜이렇게살이쪘어요어진짜왜그래살이쪘어요왜그래귀여운데왜그래귀여운데不过要说会玩，中韩两家兄弟还真是互不相让。아재라는선물가져왔어요但是你们一对对都玩得这么开心，有没有考虑过这一队的感受？이팀으로근데오늘끝까지쭉가는건가요궁금해서真的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啊你们自己说的마음에안들어完美的身高没事我们两个一个画面看得到나나이안나오네나나이안나오나나이안나오长颈鹿要和灵巧的小兰兰搭档，这史上最萌身高差组合也真让人看得心疼。不是看不到阻拦，이게반대로돼야되는거아니냐아조심띄고띄고반대로돼야돼아你在现在根本看不到你就是李光洙因为太高成为游戏负担不过还好同为搞笑担当加情商担当的两人协调之后那叫一个一见如故哇주란형너무좋네나이렇게푸란형인지몰랐어요주란형 I like you I like you too 都到了撕手环撕名牌的最终环节了这两人还可以悠哉悠哉的一起吃吃喝喝结果嘛你们两个真的好兄弟的난너랑연합팔라그러다가이렇게된거야알았지아니뻥치고니까우리는알려줬어야지못봤어운동왜그래아진짜못봤어황수야我们还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呢아또중국여러분보고계신광장大家好我是李光洙很高兴认识你们你来先你可以留下来他可以留下来我留下来一定输王祖蓝西 out王祖蓝西 out 哦형너무착해어떡해然而就算祖蓝把游戏的机会让给光洙也并没有什么用光洙冷静再见对不起再见똑같이아까랑사랑你不要告诉我是真的那其实第一碗泡面的时候凹几个第二碗泡面的时候又凹成另外一个我们凹的时间连泡两碗面的时间都不够啊除了祖蓝光洙这对最悲催组合外其他组合那也是看点多多别看这对异口同声 Today is happy day那队完成挑战默契
真正交流无阻的可是鹿晗和哈哈这对。진짜옆에생겨너무생겼다哈哈。아진짜너무생겼어이머리그대로옮겨봐누가잘생겨보겠지刚才我刚才看半天了，就旁边계속봤는데요이게머리카락되게신기해요。而在游戏中一次都没有胜利过的鹿晗，还向战绩也不怎么样的哈哈拜师学艺了。지금역대전적이어떻게돼이겨본적이없어요한번도한번도처음부터앞서앞에나가서나서지말자오케이오케이가만히있어네불쌍한표찍어봐불쌍한표아니야더불쌍해불쌍해저맞닥뜨렸다저나한테앞에전화가왔다、네、김종국맞다그러면맞다그렇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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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고양이는고양이는또하지이거이거그렇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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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같이같이이렇게不过和一开始就没有语言障碍的这二位一比，难道不是郑恺和 Gary 看上去更有队友气质吗？外形气质合拍只是其次，韩国给你，中国给你，关键是 Gary 学习中文的热情。天气不好，哇，中文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啊！对，我最近都是学汉语，我真的，水准已经达到了这地步。说实话，我还不懂中国文化。如果我喜欢中国，知道吗？这对我可能是新的挑战。Yeah， 有时我感到我今年来中国，能说的很多。I have your song。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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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우리정카이가그핸드폰에제노래를이렇게갖고다니더라고요거기서너무감동을받았고 I come to your concert and you come to my movie。分分钟已经开始用中文交流了，真让人感动的画面。你喜欢韩国女生吗？啊，一个人玩的。我喜欢，但是我女朋友不喜欢。Do you have girlfriend？ 没有，没有。你喜欢北京女生还是喜欢上海女生？中国女生。中国女生。中国女生不一样，北方、南方都不一样。北京女生就是很豪爽，就是 shake shake， 耶啊啊啊啊啊！北京女生啊啊，上海女生，哈哈哈哈哈！啊，which one prefer？ 啊，喜欢哪一个？更上海女生，上海女生，你喜欢上海女生？哎呦，啊，你喜欢撒娇的那种？不喜欢。娱乐工厂综合报道。